这个提问说，他说有一说法，参加助念，若不能把亡者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亡者会找居士的麻烦，也要为亡者背业，这使很多人不敢为亡者助念，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我想亡者不会有这种报复心，有这种报复心那就有嗔恚，他有嗔恚有报复，他就不能生到善道啊，这是肯定的啊。别人真正的帮忙能不能往生才在自己啊，帮忙他要肯接受，真的就往生了啊，临命终时候，那是关键的一念，最重要的啊！这一念提醒他啊，助念是提醒他啊，把一切都放下啊，这一声阿弥陀佛，他就决定他是。如果最后这个一念呢，还不能够放下，他的家亲眷属，他就不能。那不能往生的助念有没有益处？有，减少他的痛苦。往往在卧道里头，他也提升，堕地狱的，啊，帮助他提升到卧轨道。啊，堕卧轨的，帮助他到畜生道；堕畜生的，帮助他又到人道，这都是好处。有许许多多的好处啊，他怎么会来找麻烦呢？啊，如果来找麻烦，那可见的这个人嗔恨心很重啊，嗔恨心很重啊，那是地狱的业因啊，他也找不了帮助他的人，他的人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是我们自己多心了啊，不要有这种念头，应该诚心诚意帮助亡人啊，至少他不能接受的话，减少他的痛苦啊，对他有好处。我相信一般来说呢，他会感恩的。